OK， 刚好听完看比赛了。这个队叫 For 什么之类的，你们开个盘啊。对手轮到不是不是很认识啊。夜眼会禁用谁呢？感觉这夜眼要是会玩的，阵容就已经压制了。绝活，有这个英雄在的话要好一点点。有控好吧，这个英雄他们拿到就算是有控了，有推进有控了，之前是没有推进没有控，现在是有推进有控了，还行吧。 龙神好像说是那个眼睛那个不太好，不舒服，去医院了，然后医生建议他多休息，所以结束比赛他没有来。然后等我比赛他会去队员那边看看，看队员后面，站在队员后面看他们打，是要多休息，他熬得太凶了，说实话他熬得太凶了，医生说让他多休息别熬了。那个死灵龙白嫖 A 战还是我从他们这里学的，说句实话，就死灵龙有4000块钱，对吧？在这里买个金气之球 TP 回家，把 A 战一买，完了之后招三只鸟，三只鸟一招 A 战一卖，哎，4000块钱又回来了。Take it outside， 多嫖一只鸟，因为死灵龙的 A 战就只有一个效果，额外召唤一只庸兽就只有这一个效果，你用完之后就是纯加属性了，把它一卖，不掉钱，白嫖。Game One， 这上路打不过呀，这个小小的战力太强了。这个时候他还有 T， 一个空投丢蓝胖，蓝胖丢脸上一个 F， 父母再接根剑，人马也得走了，不走也得死，快点跑，完了感觉有点跑不掉。小小又这个鹰减速，毒龙的大毒跟上了，这波被打得很伤，冲塔，人马没有兄弟救他了，已经在绕破山，再补刀斧绕，还在补，再补，我操！这个视野绕的对面还插，甚至插了一个高台眼都没有逮到这个人马。血魔是大殿之后做了个小云锤，直接选择推上最后一路。死龙是团队装拉满啊，哎，放血给了破母，破母 S， 团队装笛子大邪祭品支配头盔，带盾奶可以给队友，这种情况下奶给人马或者给血魔好一点。最好是给血魔好了，没必要拿人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这边战场又是在打小鱼人，大招顶出来，在偷死灵龙，但是他好像在刮痧，打不动人。大招没了 ，BKB 也没了，那他上不来了。小小在从天上丢树输出，血魔顶出 BKB， 直接冲蓝胖，蓝胖没死，想杀血魔，但是这边再被破路，还在追血魔，还在追，你路被破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被破了，血魔又是反手一个血祭，但是没有打到人，超级兵了，人马一脚踩断后，五个人在有序撤退，死龙没事就回头放一发 C， 小鱼人开了 C 冲了上来，打了一套又退回去了，但是破木这边被留住，又跳边跳走，猪龙走不了了，你们都能跳，能不能跳的猪龙过不了呀，飞不起来，翅膀被打断了，这边战场小小也被打晕，人马又接脚踩，小人双杀，变态杀戮。这一把他算是有惊无险吧，赢得不算轻松。感觉他对面换一个厉害一点的大，换一个英雄，其实我感觉他打得挺好的，刷得那么快，换一个英雄可能对面会好打很多。Game Two， 或者拿个 TS， 啊 TS 没了 ，TS 被办了。啊 ，GG， 请选择你的英雄。GG， 蓝胖飞机。破母屠夫配女王，琳娜这边是用 T 想拉大野，但是被蓝胖骚扰了。虎王这边点个灯，但是没蓝吼，留十个魔棒，不要乱追。你们是二打三，飞机的导弹是跟了琳娜。破母剑接蓝胖 F， 虎王十个魔棒一颗，吼了一声，往后走，再绕，带着走，能不能绕树林？这个时候需要呼哥，哎，没有，
就是说需要分割之力，好吧？下路屠夫，哎，你们喜欢打 U 三是吧？屠夫不要了呗，屠夫，不把屠夫当人，那屠夫列单是玩不了。需要分割之力加持，这样分割不在。法国士兵。推推棒还是特小的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，天会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哦，今天宫殿火箭会有盾，反射顶住 BKB， 小鱼切入，屠夫跳了个莲花，会被打残了，冲了。王没斩到，女王的大招波是切了后排的 HK， 哎，琳达也上不去，琳达找了点视野，但是这边破路了，剑魂的 A 让大，把路全破掉，但是自己蹲也交了，有点脱节，斧王火了女王，能秒掉女王吗？琳达一个大，琳达还没死，秒掉女王，飞机没了 BKB， 小鱼跳住，真的是教他玩小鱼了呀。是吧，凯文没死过好吧，809909还在冲 God like、被勾了一下，有撒旦 加大招，先开大反跳，被推推救了一手，琳达又赶到战场，吹风接 T， 不知道 T 到没，反正库姆是死了，小鱼还在输出，蓝胖子被打成空血，屠夫勾想救琳达跳 T 的位置是准的，但是屠夫跳走了，奇迹，小鱼超神，11杀临死九助攻，原来英雄没问题，打的不行。我说小鱼的英雄没问题，你们打的有问题啊，你们小鱼人不行。